Hello， 阿兰大明星的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我们今天这个临时加演，但这个加演非常非常的值得，因为我们的《金家好媳妇》里面有很多很多大家喜欢的演员。然后今天呢，非常非常的开心，他最近呢刚刚才拿了一个奖，然后拿了奖之后呢，我们就遇到他了，遇到他就说：“哎，阿里给他告赢。”他就说：“哎，可以耶。”然后我们就把他找来了，而且找来了他的朋友。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再来跟我们今天嘉宾的那个朋友一起来打招呼。欢迎黄少祺先生，温内燕君。大家好，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少祺。是，他不知道还什么，刚刚什么事？这个是真的。嗨，菲菲，菲菲的爸爸，菲菲你好，没有在今天好节目里面出现。哦，菲菲。所以菲菲之前戏份很重吗？戏很重，他已经超越了《金家好媳妇》里面的真的真人演员。是啊，你一个刚得过奖的人，你觉得他的演技怎么样？我觉得他是狗界里面的大明星。哦，真的吗？那觉得他有可能也可以领个奖什么的吗？如果狗界奥斯卡的话，我觉得我会颁给他。好，那我们先颁他这一桶都送给你。在讲什么啦，菲菲？我来喂他好了，因为你不要一直屁股对着摄影头，对啊，摄影机嘛，他就是其实那这边很开心啊。好，我们来这边吃好了。菲菲的爸爸，嗨，哎，宝贝，哎，好，一只狗呢最重要，就只要可以吃东西，就可以在节目里面一直的在个地方跟大家好好的见面。哎，怎么啦？哈，抢到。好，不过要先恭喜那个少祺哥哈，就是哇，谢谢你这个到我再看一下，这你到那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参加了九个作品，然后参选，是是是，对不对？对对对，哇，然后受到大家很大的肯定，恭喜你耶！谢谢，在海外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你。谢谢，这个电影当然是一个怎样的那个角色？电影叫《信仰者》，信仰者这一次是参加2018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传媒关注单元的评委会的这个特别荣誉奖。哦，然后电影还没有上，应该是在8月左右会在内地上映。是，那时候你在那边花多少时间拍的那个戏？那时候大概拍了2个多月吧。2个多月。对，然后这部电影是大时代的故事。对对对，非常艰辛，然后非常非常惨烈，每天都是我全身都是泥泞，都是脏的。因为你就是在那边就演一些战争的场面。对对对。然后你还演了那个被，我是被俘虏的。因为最后的时候是被俘虏，然后一直到36岁离开，一直就没有出狱。所以会有类似像满清十大酷刑之类的那种画面在你演出的过程当中，是这个意思吗？对，因为我是被上手铐脚镣。真的被上手铐脚镣，这个画面最近我们也有点熟。最近有一点。真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你来说就很简单，也没什么。基本上我现在就是被刑求的专业户。不要这样说，非常的习惯。对对，然后难得有这么帅的人，然后一个在这个地方都被大家那个有一些这种。而且还有胡子啊，那里面就有了吗？对对对对。哦，所以整个造型就是完全就是也在现在《金家好媳妇》里面也被大家看到。然后今天我们同时在那个我们的三立台剧的粉丝专页，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这里那个和黄少祺聊天。所以有什么问题的呢？对，可以跟那个少祺哥在这里那个对话。菲菲的屁屁，是的，你们看到的都是菲菲的屁屁，因为他本人的屁屁就是。他只要跟他爸爸在一起，就是想要吃东西而已。我们对于这只狗，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好要跟他聊天的。大家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他也很受欢迎哎，非常。我知道他就有很多粉丝很喜欢他。有那个完全娱乐，他有早上去拍过洗澡秀，就这样做一整集哎，他就洗澡给大家看。太酷、那你本人会有想洗澡给大家看的这样的想法吗？并没有，拜托啦。你最近也昨天晚上不是有才被泼水吗？感觉都 是那没有考虑泼全身吗？只泼脸这样子对得起观众的想法？其实已经有泼全身了哦，你但因为导播说不 OK，没有泼到脸，没有不够惨烈，所以重新把衣服烘干再喷一次。真的吗？烘干要重新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大家看完片段之后的只有一个想法，说哇，小川今天做干戏耶，为黄少祺一定要跪他个破了去这样子。那感觉就是大家也是蛮嗨的。身为这样子当下，你有什么心情？你有跟小川讨个公道还是？哦，不会啦，我有跟他说，因为其实他有点紧张，讲真的啦。真的吗？对对，因为不能在现场恐吓他嘛，所以私底下讲。对对，我们是借由，没有你可以借由这个节目跟他算是一些心理上的喊话，我有跟他说年轻人的未来要好好思考，泼水的时候可能哪个角度啊比较不会呛到鼻子或什么。因为我们后面也不晓得你还会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剧情的安排。你对于最近的行球的？那个有什么特别跟导演啊或编剧自己去加
加什么内容的吗？你毕竟才刚在有电影，对星球很有想法。就其实那时候我小川其实他有点紧张了，他要泼水他就很害怕，就一直说对不起。我说你没关系，你就是真的来嘛，然后就真的把它做的足一点，戏做足一点。这样比较好看。安南，那个总共前前后你被泼了几次啊？就其实就两次，因为次、哦、对，因为整桶水在半桶、嗯，很多的水。是。对，然后后来他们走了之后呢，嗯、那个女魔头方婉菲呢，就丢了一根发夹。对。人生的发夹弯就在那个地方，就要丢下那边，然后你就要出现一个大转弯的概念。对、啊，他是想救我嘛？哦，他想要救你。对。概念上好像是这样，到昨天为止是这样，對對對，但到今天之后我们就不知道了，都不知道。你也知道这个戏的迷人之处就是在于他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一根发夹而有所转机，逃离开那个地方呢？真的，不知道。我们这只菲菲到底会不会为了那一桶狗食，等一下从这个桌子上滚下去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他真的很想吃东西。哎、欸，他以前那个拍戏的时候好控制吗？其实那时候他刚来剧组的时候，他很小、啊、哦，其实那还蛮乖的。他在本公司相当受到欢迎，但也相当有个性。其实他还是自己在本身的战斗力上面来讲，还是很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是的，对，我们比方说像谢承君先生看到他的时候，就会叫他菲菲哥，就是可能会稍微离他远一点。对，还有上次你妹妹来的时候，妹妹高宇珍也被咬了。他们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在交流，对，其实他也没有被咬，用嘴巴交流，对对对，他们的手、就是、这样，是这个感觉。他对你就不会耶，他看到你就是很温和，因为基本上他还是会认人的、嗯、真的，毕竟你跟他相处过、嗯、对，我跟他相处过、我相信可能因帅气的程度来讲吧，他看到你的时候会觉得画面比较美好、嗯、我感觉他一点都没有想要看我的意思，他是有审美观念的。我觉得我讲完这句话之后，你补了这句话，我觉得我应该先看一下影片，因为我觉得今天来宾觉得审美观念在一个狗的身上，然后他完全用屁股在对象，就是主持人，欸、有点不雅观，对不起，没教好。哎、欸，没关系，没关系，你也没有什么时间在跟他相处，他现在只想吃饭而已。我个人觉得，一只狗的，天哪，这是哇，爸爸真的很会耶，就为了让大家看他的正面，然后那个为他做了很多画面的安排。是的，哎、欸，小齐哥。那个在金家里面那个行球的那个过程，对，拍的有很嗨吗？还是拍的很累？哦、还是拍的？拍的其实还蛮过瘾的。我就说我是那种被行球专业户，我已经很熟悉那种场合。你是因为去拍完了那个对信仰者以后，然后突然就觉得这种戏回来这里也没什么了。对，就是小 case， a piece of cake。天哪，你好有国际观哦！他用 a piece of cake 来形容一下他现在的心情。我忽然发现我们在金家好媳妇里面这个有很多个面向，然后很多的演员都会受到欢迎，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我觉得今天你既然人在现场，趁着你家的狗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你被刑求的一些说精彩好像对你有点不礼貌，但是说精彩是观众的心情，就是大概黄少奇被刑求的时候还是很帅哦。嗯，来看一下金家好专业，请来都是夜会，我不在，我真是不在，你不在，你不在，请后头拿起你的手魂，你不在，是阴险，一脚给后车厢铁叶洒，求爱指纹。我不可能做这种代志，哪里会阴险呢？我的保镖查某囝，你敢藏在倒位？燕君啊，后摆我来看你的时阵，你要讲实话哦。
那个看到的那个画面，就是有那个强光在照，对，然后还有那个噪音，高分贝的高分贝的噪音，完全是要想象，对。没开哎，天哪，太紧张。我觉得你今天的那个一日秘书啊，是，我个人对他刚刚的表现没有很满意。但是你知道他今天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得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找了一个人，就是算来服侍你。不是我吗？对对对。然后刚刚，哎，已经 Q 到，我就自己先出场。哎，啊，对对对，一日秘书是。然后我就觉得你今天访问我们家。大明星啊，对，那你这桌上这么空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没有，刚刚有他的狗来，哦，他的狗来，就是跟他见面。那因为我准备了一些小甜点，哦，我就比较贴心一点的。我懂我懂，你看得出来，但是因为现在都是狗毛，所以我先清理一下。我觉得你哇，真的很多狗毛，欸，你没讲，我还没注意到。今天好都是狗毛的部分。天哪，想不到你在那么远的地方就看到这么多狗毛。我很细心，我很细心，特别细心，而且可是我觉得一个你屁股还不可以对着对对对，哎，你的颜色刚好刚刚跟那个狗是情侣色，哎，欸，什么叫好意思这样胡说八道？不是，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啦，就说都是他的好朋友哦，是啊。你清完了桌子的下一步，清完等一下，等一下，我去准备一下。哦，好，你哦，你家秘书也真的是很贴心哎，是呢，谢谢，哦，就是给我们的甜点嘛。对 对， 對，因为我知道那个少奇哥非常是喜欢吃一些美食哦，是不是？我觉得你做的有点，啊，对对对，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吃甜食， okay， 尤其是棉花糖。哎，他的重点刚好在你的笑声当中盖过去了，哦，不好意思，没有，他就说他不是很喜欢吃甜食，尤其是吃甜食，哦，尤其是棉花糖，啊，可是现在棉花糖女孩很流行哎，对对对，然后你本人刚好是这个领域的翘楚，这个领域的女神，啊，我觉得突然间我完全就是思绪被打断了，但是那个他今天进来就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刚刚有看到少奇哥被星球的画面？有。然后网络上大家一直留言说：“天哪，好舍不得哦，彦君好帅，被星球的时候连流鼻血都觉得那个感觉上来说就是一种装饰。”你个人可以先形容一下你刚刚看到的你师兄被星球的画面吗？首先我觉得非常厉害，因为他刚刚说有一些星球的部分要用想象的，然后。他刚刚看起来就是会让喜欢他的人很心疼哦。那你有心疼感吗？没有啊。哦，你没有喜欢他。哎，超级哥，你找了一个没有喜欢你的师妹来到这个现场，我觉得很厉害。我是以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那一场很厉害。真的真的，超级哥那一场，回忆一下那个最难的点是什么？刚那一场啊？对啊，是被杨怀民掐着你的脸吗？哦，对，其实因为他好用力哦，对对对，因为我叫他一定要用力一点，你叫他用力一点，你们这些演戏都有被虐狂啊！上次那个方婉菲，他直接说，对，要打就要来真的，不然就不要演了。对他打我巴掌都打真的，所以那段方婉菲都打真的，擦着你来。然后这杨哥比较，他就是用借位的方式，哦，但是掐这个脸颊是掐你的那个，对，是真的要很大力，因为现在掐脖子不太能够，就没有什么 feel， 对不对？对 对， 對，所以就是直接就掐这个脸颊。你的帅脸呢，就这样被他怎样扬你，用力，是是，你这里面应该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一些兴奋的心情。你说杨哥吗？应该是，他觉得你杨哥也是很帅的啊。但是你知道，人就是只能容一帅在戏里的那种心情，哦，山不容二虎。啊，谁比较帅？哎，欸，这还用问？有话好好说。对。当然是少奇哥啊，杨大哥，那个就阿妹大哥，有一天阿妹大哥有一天想跟你要见，哎，哇，你好开心哦，真的真的。那你既然现在都来，其实那个阿妹达最近在《三明治女孩的逆袭》里面，其实就也有很出色的演出。我知道，因为我跟他都是设计界 ，Yes， 我们专门设计人哦，真的哎，真的室内设计啊，你是室内设计师，他是服装设计师哦。那以您服装设计师的概念跟角度，您觉得像彦君啊，他应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装扮，在行球的时候穿起来比较能够，把那个氛围演得很好，但又有流行的感觉。不要叫我不穿，穿什么都可以，不要叫我不穿。我觉得他完全洞悉棉花糖大概内线是什么。我不是，就是，既然身材这么好，行球的时候穿什么穿呢？不是就应该要展露一点？怎么样？就是一些养眼的部分，让观众可以满足。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但是我必须说，少奇哥他真的是衣架子，他身材那么好，啊，他真的穿什么都好看呢。是，对啊。所以对，如果你要帮他设计衣服，其实也是蛮容易的。我觉得可以。你觉得可以？那你像少奇哥刚刚演那个他这样恰恰恰恰砰，
我看你，你是真的有撞到头吗？真的撞。啊？对。有没有受伤？我觉得、还好。啊、那个布景有一点伤到，因为我撞的话，布景伤到了。对，布景不小心还晃了两下。是是，真的是。还可以吗？现在我们今天没有提供这个服务，哎，就这五个字是想看八块肌，想看八块肌啊、对对对，来再拿画个八块肌给那个观众朋友看一下，我让我的狗儿子菲菲代替好了，哦，有对，他有八块肌，还有八块肌啊，有他走了，他回去刚，他现在去健身房其实他待会再回来的时候，现在练，有还有机会，都让他踩单车，哦，有感觉，有感觉，其实刚刚你在训练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父爱，二头三头我都有在加强菲菲，还有那个股大肌。对，所以他喜欢用屁股对镜头。哦，懂懂懂，压力好大哦，真的没有没有。然后今天因为那个哪吒范来啦，然后他其实真的也是一个戏精啦，我们觉得，尤其他在演一些就是比较讨人厌的角色这件事情上，都有非常强大的能量。是是是，就是他就演一些比较美貌的那种什么女间谍啊，他其实一直是，你一直很想演这种角色吧？想挑战吗？哎，我真的那时候在看《红雀》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揣摩哎。《红雀》很棒，我有看过，但是你不能演那个角色，没办法。为什么？没事。对，我觉得是。那这个感觉上来说，对。那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色诱刚好就只缺，刚刚的行球就是只差最后色诱的这一块没有，就是逼供。OK， 对，那你今天愿意担纲这个角色，有一些即兴的发挥吗？我觉得今天跟你真的对我太好了。对，然后那个前提就是说，因为那个杨怀民大哥，明哥把那个燕君抓走的重点，是因为他认为印心被他害死，对，对不对？然后印心，哎、说到印心，先问一下，你有看印心最近的新造型吗？有啊，麻子脸啊，麻子脸那个对对那个一个很乱的头发。对对，那觉得这个造型就是当一个小三适合吗？还是？啊、他是正宫、他上次还说他是正宫，他是正宫，对 对, 对。基本上他那个造型呢，我有一点被吓到。哦，怎么说？因为还蛮漂亮的。所以如果那个1到100分的话，你愿意给他打几？哎，1到10分。基本上我看他那个造型之后呢，我很庆幸我从头至尾一直坚持要跟他离婚。哦，我觉得对对，身为一个这样知名男艺人，然后今天少奇哥在这个地方也算是心情上某种火力全开，我不知道他这么幽默。谢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饱读诗书，然后都会跟我们讲一些就是古诗词啊，然后一些经典的大道理。所以待会这段色诱，我忽然觉得你们两个可以演得还蛮到位的。OK 哦，他色诱我吗？你还是你想色诱我，我也可以。我觉得啊，对对 对, 对，可能这会比较好看一点。不是不是，就是应该是说，哦，我懂了。你本来要来色诱燕君，然后叫他就是用其他方法供出燕心的那个角那个下落，结果被他反间美男计反色诱，不是反色诱，就是他只有用一根手指头就诱惑你了， oh. 然后你就放他出去这样子。我们那桥段是这样的过程，这么轻松，对，有点轻松。然后他现在就整个人其实是呈现被铁链捆住，你可以想象那种，你有一点兴奋感的吗 ？OK OK。对，然后双手就大概绑起来，所以待会就是从这个部分开始。然后你们都是练家子了啦，尤其刘继范哦，不会，他台词都背在脑子里，你小心一点，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是假设我现在是被关起来，对对对，我的手是被铐住的，是是是，然后我要想办法请他帮我。对，把它打开，但他进来的目的本来是要叫你供出燕心到底在哪里，然后你啊，不是，应该是说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燕心，他要逼出这件事，然后去跟那个明哥，就算是一个讨功就对了。明哥派出他旗下最漂亮的女孩要来色诱你，但是你觉得机不可失，都来了，应该让他帮你把那个钥匙。还有铁链打开，是这段对刘继范会比较辛苦的是，我们想要用台语来演这段戏。人均家好媳妇了，你来接给他演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对啊，哇，起码动作哈，台语呢，哇，你光你把洗手搞哎，动作我唔知你往哪有一两包的遐啊，你想要来这里啊，你敢忘记啊？蛋糕甜点端进来，人漂漂亮坐在那边，你以为今天上通告有这么简单？哈。一点被人家call来说两点上通告，哇，妆化得很漂亮，這樣子真的还去洗澡，还去 SPA， 刚刚才过来，然后塞的一个他可爱的头发，说：“哎，江哥这领巾怎么样？”我说：“他今天脸是主角啊，因为这波影被冲下回这样子。”你阿公得意吗？我小夸。安尼继续这段，那就交给恁两个来处理了。好。把燕君今晚叫阿弟。
啊，你就叫他 Amanda 好了啦，叫Amanda。Amanda， 嘿 ，Amanda 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蛮容易那个适用人家。我跟你讲，现在新闻网上到底有没有倒三点半不爱上班，打醒我，人家看你两个被搬去。我跟你说，你俩做料后啊，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去金家好媳妇，真的会去演女间谍。真的假的？算是一个 casting 的过程。这是 casting， 对，所以要很认真。他们没有演过，怎么有找过这么漂亮的女间谍？重量级的。因为啊、重量级这件事，我就也不知道怎么呼应我这位好朋友的。还重量级这件事，少奇哥觉得重量级啊？啊，对，重量。还不够重吗？相当的到位，想得到。对，超级哥合作过的女星，重量级的部分 ，Amanda 算是，她是数一数二，绝对是第一名，舍我其谁？我懂啊，就是被色诱过的那种色诱的那种女角，就这一位也算比较有特殊才华的。对，他，我觉得我今天跟他演完这段戏，我的演艺生涯应该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今天在安大明星里面，就是在矿棍的燕君 Q 郎用他的一寡奇怪方法，想要逼伊讲出硬心的，迄个到底是安怎个害死的这件代志。啊，你敢准备好阿曼达？好。哎，等一下，阿曼达通常如果在台语剧里面要怎么叫他？不能叫 Amanda， 这样叫起来就太标准，就是大家会出戏。所以你教我们今天教一下怎么叫。今天我教你们讲怎么讲台语。Amanda 的台语就是阿曼达。好嗨呀、哦，好嗨呀、哦！另外，今天你开戏就是阿曼达。阿曼达，嗯，跟罗赖吧好像哦。有，你就是罗赖吧，比阿曼达。阿曼达，对吧？阿曼达李白呀，李白公。啊，一起验君。所以一开始我要装昏吗？要装昏，然后你进来。我开始先装昏，对不对？装昏，然后5、4、3，action 之后立即把这个 action 一看，那我本来会以为是民工，对，你以为是一道强光，结果是一个强人，是一个这样的概念，这样可以吗？好，可以。阿妹，哎，什么东西？哦，今晚我哎，咱都要在蕊戏之前加3000人呀，今晚。但攻击短路阿北开始搬了3400，熊熊给戏败出来，真的、啊。所以咱对着搬了去以后，可能熊熊都怕戏轻啊嘞。太棒了！哦耶！哦耶！皇上，我觉得不用演，他那一段就是下面代志。他刚热舞一段呢，你师兄，我第一次看他这么活泼，我也觉得你们一直被我骗。我已经，这才是我的真面目。真的吗？皇上，请问水彩你这么久啊？我想讲今天这台节目是不要走了去的。哥哥，原来你是一个天家子。不是，因为我最近被关到有一点疯狂。我怎样？我需要发泄。有，你们最近那个，包括你自己在你那个粉丝专业啊，还有你的朋友们啊，就是最近贴的照片都有点疯。等一下再来看，今麦情况你很丢脸子嘞。阿曼达啊，我先截2颗。不用，真的不用，你穿好，我拜托你，真的你要穿好。先帮我做鼻血，快点，先帮我做鼻血。要穿好，一定要穿好。好，要穿好。阿瓦来一共5、4、3、2 ，Action！ 你的李白啊，好，准备啊。你 pose 真的摆得袂歹了。好，5、4、3、2 ，Action！ 跟我讲。当地的阿曼达，我真是无害隐性。你哪会笑嘞？敢唔只好笑？阿曼达，你若是愿意放我出去，我都安怎？袂，慢你啦，慢你，收紧啦，收紧啦，慢。可以 repeat 吗？我刚才大腿有一点酸，在发抖。你转你给卡起哩？嘿啊，无嘞。哦呵。哎，你唔是要你来啊吗？我什么你来？你在讲什么话？来，今仔日下晡打点，你在叫人你来？我那应该是12点的时，你被叫你去领导柜没了。哇，真的是跟阿曼达，我还没有表现，你都自己转过去，你要先 repeat， 导播还没 cue 好，从他坐上来开始接。少奇哥，你要稍微侧一下脸，这样比较好办。对，好，对。阿曼达，你看这里的啊，对不起，阿曼达卡掉了。好，安总，阿曼达，我对你有一个请求，你若是会当完成，哇！你想要安怎，我拢会用的。真正，
阿Ben，阿Ben，你是在忙什么所在？我不是要色诱他。你色诱人，人不给你，不是给你色，不给你出来。你拍手拍手拍手，代志有咩唔对起啊啦？啊，不别拨头，别你关节，别拨头，别拨头，别拨头。对，你拍手拍手拍手，你小等下，咱今天真正好媳妇，对对对。你真难过，角色遭遇信仰者一点莫。是是，你先等下，咱真正好媳妇，咱八点到十点咧做，所以你安尼忙啊，可能。啊，咱就袂当做哦，收超贵。啊，咱今个播三点尔，所以拍手拍手拍手。人咧上班，我惊人讲，哎，工课袂当专心。是啊，但是是爱帮我刷，阿袂结束。阿袂结束。对对对，等伊看去，甲你讲啥，有一个请求啊。卖崩，不是卖崩，不是卖崩，就是哎，卖崩遐大烂。是。哎，因为边个，伊对我请求，我即马就热的。我嘛是。伊敢袂当替我夹扣子？给我开袖子的扣子哦，好，你给我开，好，可以。一共是阿哥这边啊，好，来，阿哥有嘞，阿哥有，你敢袂当贼碰伊？好，哦，对，贼碰伊，收来。阿笨蛋，阿笨蛋，阿笨蛋，你替我把门打开，我都安怎？好话讲，我以后就爱吃棉花糖。好容易打发啊！真的，你做参详的呢。对啊，明天来再讲，也靠秀这种人的事，他明仔在拖去整啊吧？我想应该是安尼结果吧。嘿，哦，超级哥你都厉害呢，因为过程当中我跟阿妹打算个根本并轨，你讲等来就等来啊，对啊，你都无招进呢，你从阿带一代接一代，哦，见，切一下关，最后阿妹打来处理的，阿妹打来跟切一下关，哎。对对对，阿曼达，阿曼达。哦哇，真的，你看，哇，好有魅力哦。阿曼达，我师妹孺子可教也，真的，一定大有可为。我跟你讲，阿曼达孺子可教，但是此风不可长。你赶紧起身，要不然为了比你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我感觉这个查某囡仔真有个性，就想。你说我嘛就热呢？我知啊，咱有吃过黄少奇的迄个卫生纸，你拼开是啥物款的味嘞？爽快。胖我感觉你真的是行啊来的，行啊来的，你可能是第一个在安安大明星里面平常吃过的卫生纸特别来宾了。那你听起来很泰哥的不是泰哥，这是一种的个性。对，你觉得他可以去金家好媳妇做一个角色？我觉得可以耶，强烈要求他可以到金家。不是少奇哥很认真的吗？我刚刚台语叫滴滴答答，可以，真的可以。你刚刚是故意在玩那个喜剧，拜托刘继范呢？开玩笑，你都看出来了，真的很厉害。刘继范要不是只是说他今天是棉花糖，如果他是个棒棒糖的话，早就我觉得可以在金家好媳妇演一个卧底的或什么的。对啊，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耶。警探或调查员，然后只敢跟郭莹，因为他戏都在台中啦，怕他比较忙。真的哦，对对，他今天要吃三明治啦。对他今天播控回来，对，算是刚好就是来帮你祝贺啦，因为他想说，我们只是想说，哎，少奇那个得奖，他来节目，想要有个女来宾，给我一个，他自己坐高铁，都自己花钱，真的，我很用心哎。他是把握那个机会，想要跟你就是稍微有刚刚那样的桥段，所以我一听到有这个桥段，我就立刻，我能够了解，而且我有点感动，非常感动。对，你算是他跨过大腿最帅的男明星，没有第二了，就第一。真的对，就第一 对没错。那你有在戏里面还有跨了有跨张亮吗？没有，还没有机会。目前还没有机会。对，会。那你会有这个想法，想要请编剧做这个安排？我觉得编剧可以听听看建安哥的建议，毕竟我在里面都是穿一些开高叉啊，然后深 V 啊。对，我觉得非常的有看头吧。嗯，对。有话好好聊天。其实我也蛮喜欢看你这样穿去演类似红雀的桥段，演个女特务。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耶，真的，刘继范真的是一个练家子的演员，蛮强。我懂，他除了身材比较难可塑以外，其实各部分都真的，而且他这点就是很大方，每次跟他聊到这些，他还会自己
开这个话题来，就是让我们进入这个话题。非常的大方，真的。对，动工，李李白。被李白不？啊，对，被李白。对对，对，这是叶姐的个性。哎，那如果你家师兄当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的，对，你干嘛也当 Kika 的 N 姐上面设计师 PK 啊？想弄？他怎么是设计师？他绝对是总监什么那种。你现在是把张立阳放在哪里？对，就是跟他 PK 啊，就丢给他。真的是。可是你哥也比较忙啊，我在里面我要演霸道总裁。霸道总裁，你看，就是讲那种霸道总裁，就是人家就觉得。啊、我跟你讲，他最近留那个胡子相当受到好评。如果我去演三明治，我一定演，我想演霸道总裁，我一定每天吃棉花糖，这样子。哦，真的，我来看一下。哦，大家都说帅惨了，是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今天黄少祺有点奇怪。我个人在这里认识他这么多年，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好，怎么这么晚才请他来？你知道吗？我重新认识他，我是完全是在发泄，因为晚上我要跑山路，又要赤脚滚山路，对，要在那个那种偏僻的郊外逃生逃亡。不会啊，我今天才看高宇正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天哪，这里的蚊子应该很久没有看到活人了吧？”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他到底在那里受了什么苦？高宇正在私人脸书上面写的这一段，然后所以你今天晚上也下去跟蚊子做朋友，我今天也会很惨烈，对，非常惨烈。啊、你已经先跟我们预告今天是，可是你哎、欸，对，少奇哥真的是平常都有在运动的。对，说起来这些戏真的蛮激烈的，滚来滚去，其实滚山坡我倒不怕，但我脚底没练啊，我不能穿鞋子。我今天去整晚拍，就是真的有不能穿鞋子，就是有一个阿曼达给你开门，让你走出去，你拢感觉个对啊。对对对，天哪，刚是你阿曼达。哦，看就知哦，敢是我？应该是阿曼达，他把外面的男警卫、男守门员，就是守护的全部守门员，对，因为响应士族赛嘛，全部给。您哥哥最近咧拍也是，然后有当时拢想要看卡球，哎、欸，对对对，啊，都要咧播出来时，所以啊，你支持哪一队？我支持哪一队啊？对啊，都支持。今天我你当没你阿曼达，你阿曼达。哦、阿曼达，阿曼达的世足赛来就做点男朋友哦，就贼嘞，像那个 C 罗啊，内马尔啊，内马尔，梅西啊，梅西帅的我都做好劲哎，哇，三个国家，你要周游列国，然后到处去交男朋友都不会被发现，对啊，感觉真的蛮好。你有认真在看球吗？超认真的，是，就时间到就要锁定。我们是不是昨天一起看到？怎么早上哈？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家看。对对对，我们同一个时间各自在各自的家里看。大家不要担心，我也很担心。大家说子瑜都没有来，然后那个突然间那个来了一个新的阿曼达。哎，胡说八道，没人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你怎么可以说出来？我们要做一点效果，不你动作贼，进入之后贼吗？你怎样？你今天贼是上面两个刀一样吗？你是贼是哥哥，你到底碰一，你敢不知？高家，难怪似曾相识。我今天贵州改的啊，刚才差两条啊，这种造型抱枕啊，出来贵州是为了金家好媳妇，你都改停。这个沙发真的啊，就是我冲到高家，是看到高冠廷跟黄秋怡在沙发上那个沙发吗？那个的沙发，快进起来，继续坐。你那有松快不？你有想的讲你来当请黄秋怡跟高冠廷？哦，好害羞。啊，跟金燕君。好，给咱不记得安排。好啦。哎，我问你啊，你成够意思把那个沙发坐起来，你还满意吗？还不错，真的哈。对对对。然后你知道你那个另外那个朋友就最近半身不遂，那个谢成君哈，高冠达啊，高冠达，你有关心你的心态吗？最近啊，那最近有一点悲催，在金家好媳妇里面，真的你都被好兄弟背叛。对，因为他就终于可以，就是跟他心爱的女人。有想要靠近的机会，除了高冠达，还有一个叫做曹查理吧，王查理。你、那个高冠达，忘了他姓什么？对啊，最近为了要那个报复你，要接近，就是为了要就是搞定这件事，有点魔化了耶。对，很厉害哦。所以我们金家好媳妇的剧情已经渐入高潮，真的。随着这个炎炎夏日，温度越来越高，我们也越来越火热。嗯，今天阿曼达，你知道那个你在跟我们这两个是像吗？系啊，知啊。谢成君啊，讲即马戏内底迄个半身不遂有无？哎、欸，我都在头看伫遐咧走咧提便当诶，到腰底下走呢，真正是袂歹。对啊，来讲恁在搬戏诶时阵，哦，连面卡都袂惊。
吼，老鱼也是就像那样。你台语做认真诶，是试试啦。嗯，身高未歹，我想要跟真正好媳妇在好朋友交陪嘛，是爱讲一寡靠会靠，对吧？会靠未歹，未歹未歹。而且咱跟民歌即个相逢，其实伫真正好媳妇来的是最重要一个那个戏外是那个有一些很特别的那个缘分，对不对？对对对，真的真的，我要来给你看一张照片。好，丁哥拢无老。讲十当金，十当金，林哥请高中，哇！林哥观天象，林哥刘伯温，13年前，对，在横店，真的，哇塞！真的，然后他们两个很无聊，他们两个那个在金家好媳妇见面的时候，又用同样的 pose 跟位置，再拍一张，又拍了一张，下一张是现代跑，对，应该是用瓦吉的 change 在维安那俩，啊，把这张这些相片，嗯。哥，你真的是冻龄一哥，你叫哥就好了，不用摸上去。哦、哎，对对对，真的，坏坏。对对对，你对你哥这个这样一时像这个冻龄的这个状态，你有什么觉得可以帮我们检查一下？手可以来了吗？我可以。他说可以耶、欸。不用不用来，其实我这样看我就觉得天啊，好厉害哦，怎么可以这么冻龄？怎么可以这么厉害？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的身材啦。哦，对，这不用说了。这要真的真的是要毅力耶！你看他拍戏那个作息，就是真的是有点小错乱。对，会。他真的是猛男呢，他好恐怖、哦！他没有穿这样那个，在跟谢承钧在拿便当的时候，就是一个倒三角，然后一个就是人。对对对，哎、欸欸，看出来我的朋友就是、欸、也是一个就有弹性的人。对对，他在弹性这件事情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坚持。对啊，那少奇，你是运动狂吗？还是怎么样？就我有运动的习惯。哦，真的，你建议让阿曼达摸六块肌的朋友那个手背二头肌。哦，可以啊，已经摸到了。哇！后怎样？有话好好聊。我们节目是。很硬，合家观、哦，你要说很强大，哦、很强大，真的真的，真的是真，那你要摸一下真材实料师妹的手背，我有、哦，我现在很用力哦，哇，好无聊的桥段，为什么主持人要设计个互摸手背的桥段？我一直很想吃金华火腿，对，哦对，也是真材实料，对对对，他真的讲得很好，对对，就一向。那个在这个领在这个领域里面要维持这样的身材，其实也是有毅力的。您阿曼达吗？我准备改变过。不是，真的是非常要有毅力，因为如果在拍戏又这么忙碌，跟日夜颠倒的状况底下，还要维持这样，真的很难哎、嗯。你下戏之后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休息，跟又让自己可以去不断的训练自己啊？其实就。因为我已经保持运动习惯十几年了，那有时候只要是如果真的很累，就没当然没办法，你要让就是身体适度的休息嘛，那才能够有还要吃啊，还要正常吃东西。真的耶，然后那个剧组不能不吃，你有吃那个剧组的便当吗？我都吃啊，真的假的？我都吃，整颗刻完吗？我都吃完。阿曼达，你有吃剧组的便当吗？两个。有多的，我说哎、欸，我的这样。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也有我的苦衷，我要保持啊。对对对，哎，真的哎，这他的特色啊，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华人创作很多是师弟妹，但我就认得他。太好认了，没有啊，曼达就是戏，就是在这个环哦，哎、哦、哎、欸欸，你也是没在客气哦，哎哦哎呦哦，真的啊，那刘继帆在这里真的是人缘很好，然后他就是可以一秒变朋友哎，对，而且他是超真诚的，这是真的真心的，就很大方很可爱，真的。然后所以今天他们说哎要找谁来跟少奇见面呢、啊，我们就说当然是刘继帆啊，他这么可爱啊，谢谢大家，真的。然后他就立刻就坐车就过来了，谢谢，对啊，其实他已经回来台北了，他骗你，故意假装自己在。台中，然后那个超级哥最近那个在戏里面的这个造型，因为戏里面演出一个就失踪的状态嘛，被明哥绑走，所以你跟大家玩得很嗨耶，你们最近留下一堆就是很好笑的照片。对，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画跟我一样的胡子，每个人都画了胡子，真的哦，对，哇塞，好可爱哦。阿曼达，你有想要画胡子吗？他们很用心。我不用，这边已经是打卡景点了。哦，真的、啊，这个球房，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还学你那个厌世的表情，对，厌世的表情。我是真的觉得你已经拍到真的有点厌世啊。方文飞还在那边给你做个那个很特别的那个，是前导的那个，而且是陈芷玲号召大家，没想到大家都愿意、哦。
我觉得你的朋友真的是不是交假的，那表示你真的是好人缘呢。对啊，真的还可以。我看你平常时啊点点啊，这个哇，你现在真好痛的哦。是，然后右最右下面那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超详细，把所有人都的戏都抢光了。也对，也对，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上戏啊，因为他平常也都在幕后，所以也没什么机会可以拍到这种照片。你们就这样子下了戏之后，他们所以你在拍那段的时候，他们其实还在旁边就是看好戏的概念，对不对？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拍的时候导播在等。你们拍完了没啊？我们可以录了吗？哦，真的吗？不会啦，导播也是开玩笑的。我知道说演员就是有一些那个好交情啊，所以其实在那个状态当中，就是留下一些大家的那个记录嘛，对不对？阿曼达，你两个都要播一出警匪间谍片的戏，咱的人数都要汹涌跨戏清了，真假啦？真的吗？哇！而且你本来加码工资的碰椅是邱怡噶。去到的迄个时阵，没来哟，人都拢走啊！哦，人都走。对，你就烦恼你也处理这件代志。但是你今仔日既然提这来，你有想要亲身来为你的师兄来服务者？那我先问的。要不然，哎，你有没想问看了，刚有想要加吗？你这人哪，你加好累啦！哎呦，我想讲未来了，未来了。你要先问他有没有想吃，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型男，他也许哦。师兄，你安尼叫，你要讲哥这样子，爱看戏哦。哥，你讲我想要吃这个 cake。你要先甲恭喜啊，那因为伊长伊得奖啊，你要甲恭喜啊。都要用台语吗？这是我真正无法度啦。我讲你在，我讲他妈伊都厉害，就主宰啊，嘛无虾米困难。我刚就已经山穷水尽，差不多了。我懂，我懂啊。他那个戏刚好是国语的电影，那不然你就用国语来祝贺他，但也是要看，也是要牵丝哦。哥，就是我特别知道你就是得了奖，所以呢，有话好好说可以吗？这位小姐，你在讲国语的时候格外让人家觉得现在是半夜三点了。就买了一些好吃的小蛋糕，想来庆祝一下，然后想要给你。你现在突然间太普及了，我们也不是很喜欢。那想怎么样？到底想怎么样？还到底想怎么样？然后就是百变女孩，我们希望你在那个语词里面可以制造一些氛围，让大家觉得舒服。好。就是买了一些小蛋糕给你，希望呢，就是知道你非常喜欢吃美食，所以呢，就让你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可以有一些美好的食物来补充，然后分享一下这样子得奖的心情，然后一个轻松的状态，包括我今天在这边也很荣幸。我听起来我好担心你说，包括你之后的后面那个一起吃掉，对，不是好迷 ，OK， 对对对，刘七凡，你今天来我真的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怕抓不住，也不会，你当然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抓住，是是是，但是希望你可以，我还是吃 cake 好了，对对，希望你可以稳住。哥喜欢吃酸的还是甜的，还是有水果？你到夏天特别都可以，谢谢你，谢谢你。就是你有这个心意，我收到了。你吃一口，说不定大家会想要看你这个怎样喂食的部分。吃一口吗？挖一个那个什么小蓝莓给他吃啊！拜托、okay. ，你有需要做这种娇羞的表情吗？是干你什么事啦？小蓝莓，哎、好，我就吃一颗小蓝莓。好，天哪！喂食过程当中要先稍微定格，让镜头上可以。希望从今天晚上开始拍戏都没有困难，小蓝莓就是困难都没了，哦，都没有，你真的很棒哎 ，yes， 这样是很好。你今天晚上要滚山坡，是你今天晚上要赤脚跑步。天哪，赤脚跑步真的是一个考验的，你要跑什么山路啊？山路还是柏油路啊？应该在田里面，或是树林，因为我还要在翻滚受伤。我想要翻碗飞那天涂泥巴去涂到猪粪呢，你今天。真的那天那个郑中英来自己讲的啊，一共的就地取材啊，阿雄说哎，他鬼狗弄个菜馆，最后去一个有牛粪堆里面，对，猪粪堆里面挖了一把土，他那个真的超猛的，他真的好，当演员真的好辛苦哦，你也不是演员，你现在突然间你现在是歌手呀，吓到我，他就说当演员很辛苦，啊，那所以你要问我们演唱《金家好媳妇》主题曲，还是想要唱《三明治女孩逆袭》的主题曲？真的，你有涂过牛粪吗？没有，所以我相较之下觉得我在那一组好像有点开心啊。那你今天那个山路那边，你有他们通常你们在拍这种外景的时候，会有剧组会先跟你做什么说明吗？还是其实你们都
就现场就会啦，就是保护措施还是会帮我们做啦，嗯，但是就是还是自己要注意要小心嘛，千万不要受伤哦。哦，不会，阿曼达。黄少奇，我跟你说，我今天要重新认识你，我要把那个脑袋里面那个对黄少奇的印象，是谁跟我说他温文儒雅跟那个，就是，我是不是不是，就是是谁跟我说他一直以来沉默寡言，就是不是这回事。Okay. 他们还跟我讲说，对黄少奇来要跟你聊一个小时，我说哦好，我会尽力哦。结果发现我们今天都被你带着走，哎，其实你本人就是平常又喜欢做一些什么那个幽默的那个事情，还是那个能力的开发吗？因为现在这里非常非常开心，真是 so 他妈 happy。我觉得他今天全部都开放，我可以感受他对今天晚上这件事情有一点紧张。对，我今天有点语无伦次。没有啦，我知道啦，就是你们，你现在其实中午突然被我们找过来，然后穿得好帅，然后晚上又换上那一身衣服，然后要去做那些外景的那个演出。其实刚刚那些就是说法，就是帮自己稍微把那情绪酝酿一下，因为现在毕竟太快乐，然后我们又真的是今天从新闻里面看到你得奖，我觉得演戏可以得奖这件事对演员来说，其实真的是一种很强大的那种。算是一种鼓舞啊，对不对？对对，其实就是之前那么辛苦拍了一部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其实它里面描述的就是为了信仰而活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的一个在当时算是一个烈士的一段故事，那就是传记式的。然后呢，我会觉得就是很荣幸，很荣幸，因为他得了一个就是评委会最真的特别荣誉，好高的那个荣誉。这件事情在我的看法是说，你这歌啊就是个多声道的，真的。大家以为说在那个台剧里面看到了那个少奇，结果他在演那个国语的电影里面一样角色这么的那个突出，所以刚刚阿曼达那段台语也讲得很好啊。我有尽力。大亚马西底下公告都录掉，稍微明确了嘛？是，真的现在就是那种跨平台啊，然后也只要是就是让大家真的可以有所表现，就是观众其实都是会喜欢啦，是真的。然后两件事不谋而合，就最近他都在被刑求，就谁叫他去那个地方拍电影，两个月都被人家在那个地方滚来滚去啊！你在那边什么泥巴队没滚过，今天晚上滚三坡也是刚好而已。对，那所以2018年对你来说就真的是一个就是精彩的、那个、翻滚吧年代，真的。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他不同的样貌。你看他刚才那边突然讲人话了，能歌善舞，哎，能歌善舞是你本人哦，也是我本人。对，因为你刚刚有讲说你们演员好辛苦，所以我现在要接。定你的身份就稍微要尊重一点点、okay. 对。然后昨天晚上大家看到一段预告片、oh. 你哥被人家打巴掌哦、oh. 谁？然后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也先小小跟大家做一点点介绍，他被泼水哦、oh, 对，有听到。我先问你，我今天拿了一桶水给你，叫你泼黄少奇，泼啊，泼好泼满，泼好泼满水桶顺便丢上去这样子，对不对？哎，真的，少奇哥，你在拍这种戏的时候也不，无论对手到底是谁，你也希望他一次就到位 ，OK， 对不对？我会希望。你很担心泼三次。对，当然，对，这是其次，但是我是希望说，就是对方给你戏，他要全力以赴。他如果说有点怕怕的话，哦、其实就是对戏是有影响的。哦，等于对手要做戏。可是那个小川就是最近就常常要泼这些大咖，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对，因为其实福大命大来着，就是被泼完之后也没有人。那一天小川真的很紧张，是、哦、他打我他就已经很紧张了。我说你尽量打，前面是打，后面是泼水。泼水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就是我就跟他说，其实就是只有一次机会，没有办法重来，就一定要泼我脸。他说不要泼脸吧，我说没，你要泼脸才有那种悲惨的感觉。哦、就是帮他做好心理建设之后呢。然后五十三个正式开始，他水桶拿起来一泼，那我预期他泼到我的脸就啪一湿，然后我还说表情就错，因为没有打到脸，没打到脸，我他脸都表情，然后继续演演了大概几十秒之后，导播说咔咔咔咔，重来一次好不好？哦，没事，真的就是会影响到你的戏。第二次重来的时候，啪，哇，真的失礼，你那鼻孔也进水啊，然后眼睛啪那个水这样滴下来，有就很有戏感。然后你哥好帅哦，因为他跟刘海刚好整个盖下来，真的啦！等一下你就可以看，才30秒，让你意犹未尽，会想要把它收藏在你的手机里面，不断拿出来重播、哦、那种心情。昨天晚上的那个预告片，等一下你有想演吗？
泼水吗？没有，丢发夹。今天没有准备水给你泼、哦，这是今天晚上的那个，算是今天晚上要演的那个剧情，对不对？抢先看，能不用抢先看，昨天就播过了啦。好啦，是这样，让你再看一下，然后让他稍微讲一下今天晚上的事情。OK， 来看影片。人生这么到底是谁啊？是谁叫人？到底是伫咧度？我安排叫你飘去，连我倒霉叔母，你嘛出去。我总算找到我那个无缘的阿姊，伊家就是天价珠宝，要替我分销。唯一会当救你，是你会用证明人生还阁活咧。三立台湾台《金家好媳妇》，一家人一生俊。方婉菲脑亏。啊！丢发夹。对。那有。我们制作人也真的很故意，什么时候不好意思送水进来？他现在突然送三杯水，现在是要叫我们三个互相泼水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现在让黄少奇喝个水，因为他等一下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就准备要去出外景，这应该是你出外景之前最后一杯干净的水了。好可怕哦！真的超恐怖。哎、欸，你在户外拍戏，在晚上的时候，然后感觉还说这个现在夏天比较，你比较喜欢夏天。这个时候拍这种戏还是冬天，其实比较其实都好了，对，反正嗯，不管是太热或太冷啊，都有拍摄的难度。叫你滚滚少奇，滚滚少奇 ，OK， 真的耶，可爱。哎，苹果姐是叫你吗？哎，叫我吗？也不知道哎，哇，苹果姐，不是哦，哦，剧系没有苹果，不好意思，对对对。你今天是那个啦，阿曼达，阿曼达，对，阿曼达，对对对，他应该会有请一个新的助理，那种概念跟感觉还不错。好，欸、这个干净的水现在喝起来心情的那个，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非常好，因为这个我喜欢那个水装在水杯里面，不要太大桶，太大桶不好喝。黄少奇，我今天完全被黄少奇打败了，因为就是我设定好的心情，然后现在完全派不上用场。你知道，就是每次遇到少奇，像什么首映会，他说：“哎，这样这样，就等一下再多怎样的。”我说：“好好好好，你不用啊，你下次不要再跟我讲这种话，我不会再相信你了。”因为基本上我会视场合而调整。真的真的，对对对，然后你真的是隆重的时候要隆重。有，那所以你有想过要去演喜剧吗？你这么帅演喜剧，感觉应该也是蛮好的，有点可爱。嗯，基本上我不太会演喜剧，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男人，所以算了。怎么啦？阿曼达，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气质，喜剧的部分就交给我就好了。我觉得你本身坐在这里就不用演，就是一个喜剧，就很欢乐，这样子。对，你们平常在公司的时候有机会跟他有这么靠近的距离坐在一起吗？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其实没有哎、欸，因为我们还蛮有默契的，因为第一次这样。上次只是见面打招呼而已、啊、你们就练家子啊，少奇是一个亲切的人，阿曼达是一个可爱的人，所以这种就之间不会有隔阂，然后你也很照顾美女，然后他本来就是很哈帅哥，是是是，所以一拍即合。我对你用的动词跟形容词都比较稍微比较、有攻击性一点。我觉得我很想好好照顾他，就可以当沙包哎、欸，这可以当沙包。感觉也没有受到什么大家的肯定的感觉。哎，少奇哥，你喜欢这种耳环吗？哦，对，我看看，就是棉花糖都藏在里面啊。对啊，很可爱吧？他其实说，哎，少奇哥你好，你可以吃一点棉花糖。有，他其实就是平常就是做一些很可爱的装扮在自己身上。对对对。你对这种可爱的女孩有特别无法招架吗？还是对一些比较冷艳的女生，比方说像韩瑜这样子啦，像高宇珍这一种，你会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应付？其实。都还蛮不好应付的啊。好，我们终于回到了最原始的黄少奇，这个大概就是他真正我比较认识的样子。对对对，然后那个少奇像现在戏里面啊，就是对这个陆内燕君的感情的世界啊，就写得非常的精彩。那你对于他跟应心这样子的一种那个狗狗顶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个人本身如果跳出燕君的角色，你会怎么看待应心这个女生？这样就很基本上纯粹对这个角色，当然纯粹就是你在看戏。今天如果说其他人在演，然后那个里面那个燕君不是你，可能是谢长君在跟他演，你看到这一段，你会像观众朋友那么激动吗？还是什么？当然那种感觉。其实基本上遇到这样的人，我只能说应该就是没有缘分，就是他有情。然后我对他是无意的，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就是如果燕君真的很爱他的话，那他们应该会很幸福。
因为其实映星很爱金燕君嘛，是是是，但是其实他也没有错，就是说他错在当时他是用一些比较拙劣的手段，真的去伤害了实力，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关系是回不去的。对，你刚刚在讲话这段时间啊，阿美达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导播开了框，里面就两个人，他一直在做表情，然后就一副很那个认真在听讲的，所以我刚好那一段也有认真到，有有有，然后他就是对他也没有，然后刚刚他就整个装得很震惊的，想必你真的相当的辛苦，感觉你为什么要揭穿我呢？因为我有在这里有 monitor 可以看，看到你就在相当的不自在，然后你在我的眼前又在那个，哎，不知道在对着哪里，好像也算是一种在照镜子的感觉。不是，我看到有人问到我，他说 Amanda 是不是之前有演过？爱上巧克力有吗？不是吗？阿曼达有演过爱上巧克力吗？没有，我说没有吧？怎么都跟吃有关系？阿曼达，阿曼达现在在《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她有演哇。立刻有人帮你那个回应哎、欸，阿曼达其实也真的是有很多的粉丝喜欢，谢谢大家。真的，如果有一天让你跟黄少祺演男女主角的就是感情戏，你会希望加入怎么样的桥段，让你再表演起来更带劲？我觉得就是尽可能可以稍微那个普及一点的嘛。是哦，差一点，幸好帮我收回来。好，有话好好说。对，就是我觉得跟少祺哥只要能够跟他演到戏，我就已经觉得你多了。没有，我是说真的。知道，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像他刚刚说打巴掌，他就是会说你就直接打，因为你知道巴掌或是这种戏打就。我跟你说，他们这次都这样。上次那个郑中阳，就是刚刚呼他巴掌那个人，他就说，哎、我都会跟对方说我要就是打真的，然后他会跟他说你要打真的，就这两个人就练家子都是来真的，就对了。对，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演员，然后又是这么专业的前辈的话，你当然虽然会紧张，但是你会比较放心一点。是，那如果他今天跟你说阿曼达，你带你去配个圣经呢？啊，你会？我真的因为上次我知道我打过的严正兰、哦，我原本要打他，我那时候也是紧张到。对，会非常、打那巴掌真的有压力哈、哦。对，压力非常大。如果要打的那个人，而且如果对象又是大哥，对大哥的话，又大师，先打自己好了，又前辈这样。对、啊。哎，你刚刚那个就是郑中一甩你那一巴掌的时候，你好像没有闪哎，你就真的这样给他啪下去哦。其实他也是功力深厚，真的。因为他其实没打到，但就是我上次有被他打过。看起来很像真的，看起来像真的打，真的超痛，但真的不会痛，真的假的啦？真的，他好厉害哦，而且他是真的来耶，他真的那个一个啪就打到我的，就是有声音，但是何止有声音、那个看起来就真的好像被人家就是有带劲带那种恨意的那个一巴掌哦，而且他上次打我三次，你这么欠打、啊？不是，他就说他演阿曼达。不是、欸，真的聊不下去了，既然哥聊不下去，让人自己讨打还打三次。不是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叫这个人来？是跟我解释一下可以吗？黄少祺一个人来不是好好的吗？有话好好聊，为什么要找一个人来这样子？对这个节目一直在做这种破坏的行为呢。好，息怒息怒，坐下，坐下，坐下。对，打三次然后呢？没有，就体验三次很棒啊。很棒啊！哎、欸，我拜托被那个练家子打哎、欸，那我们现在就让黄少祺来呼你巴掌。感觉来说的感受一下大哥的温度。好，你认真，我开玩笑的啦，因为我量他不敢，他不是敢不敢，他是讲、他心里面刚刚都没有过这样的练习，他最近都是被人家打而已、你们刚刚那个整段预告今天晚上就是巴掌打不完的概念，是啊是啊，都是巴掌，但是感觉蛮好的，可是你被打是比较就是会让人家心疼，另外一个被打大家应该很嗨，你有想要打过那个人的巴掌吗？我说以观众的角度，邱怡嘛，对啊，你看你连他邱怡其实真的，我觉得静智他演得很放，演得很好、啊。有哎、欸，因为我有几场戏跟他对到戏哦，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是竭尽所能的，我觉得他就是很亏待我妹妹嘛，心荣，我就很生气哎，他演的那个，会让我觉得很气愤。真的哦，真的就戏里的假哥哥还真实看到这种状态，还真的就是会生气起来。就他把那个嘴脸、那个情绪都做得很满足的。但如果心荣的角色不要让高宇珍演，换成阿曼达来演，你会生气吗？还是够戏后，你就多打几下好了，帮助他看能不能。然后换一个妹妹来演啊，哥哥心情有时候也是会不太一样。一样 okay、对他可能会希望说，你可以把棉花糖打得扎实一点。如果是阿曼达，我可能在旁边收费，然后打一次十块，赚、不少。感觉真的是蛮好的，真的真的。然后今天那个我们这样子，想不到跟黄少祺这样哈拉，现在几点？我们跟黄少祺可以聊一个小时，哦，真的耶！
我们再继续聊好不好？我晚上我不想去滚山坡。他想穿帅帅的，哎，所以你要换上刚刚那个衣服。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我很久没有穿的，就是比较有啦。你那天那个颁奖那个，我们是今天来不及把那个新闻袋拿出来播，因为要扣那个档，超帅的。然后大家要看新闻啊，新闻会播。而且他你哥那个整个西装笔挺啊，穿礼服啊，打一个很有质感的那个啾啾，就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样子。身为师妹，有要跟今天师兄晚上要去滚山坡，有要送上一些什么祝福，还是你要在那里当一个安全的就是气垫等他在那个山，你就说哥。对啊，因为今天两组外景啊，那个海绵垫有一点缺，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来那个我们这个这一组当海绵垫。哇，好会聊天啊！真的真的，而且要阿曼达才能让人家聊这种天。海绵垫没办法跑场了。我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阿曼达今天就是要现在用师妹的身份送祝福给今天晚上少奇哥的外景。作为这一段节目即将要做的结束，然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会让大家再看一下昨天晚上的预告，因为我觉得那打巴掌啊相当振奋人心。我不是说他被打那一段，我是说邱礼被打那一段，对对对，振奋人心。反正呢，我就是觉得要注意安全，要小心，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现在很热，不要中暑，要多喝水这样子。我好担心你手是不是伸进去，不要中暑。我有克制。对，有，你哥还没中暑就先昏倒了，是真的感觉蛮好。安少奇哥那个有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继续锁定《金家好媳妇》吗？真的，最近大家剧情就是重心突然就在你这边，很多的戏这样要交代。对的，最近就前面有一点在铺陈啦，那我觉得现在应该开始很多事件，很多的那个戏剧的线就开始要爆大料，所以希望燕君能够顺利的跑出来。对对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锁定《金家好媳妇》，我觉得现在开始就会渐入高潮。哇的，不是高潮完就是要一个我没有办法理解你这个配音之后要我做的评注。对，因为我觉得节目在这个地方结束在一个安全的状态里面其实是最好的想法。对，今天那个安大明星突然间临时加场，然后把那个黄少奇请来，一方面真的是恭喜他，这个不论在台剧在电影就是一个多栖的演员，然后也是多声道的，然后有实力的人就这样啊，演什么都会被喜欢，还会有奖项。谢谢建安哥，谢谢。真的跟刘继帆一样，刘继帆也是指日可待，一定有这样的。我最近也开始演电影。我们没有要听这个部分。拜托了。刘继帆的事情，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他好好聊。今天先真的非常感谢黄少奇来到我们的安安大明星，请大家支持《金家好媳妇》哈。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今天的预告哦，然后晚上他要去拍戏，希望你一切都非常顺利。谢谢大家，谢谢。人生这么到底是谁啊？是谢小狼，到底是伫咧倒？我按赛去给你求去，连我倒回书包，你嘛出去。我总算找到我那个无缘的阿姊，伊家就是提这珠宝，要替我分享。唯一会当证明，是你会用证明，人生还阁活咧。三立台湾台，金家好媳妇，一家人益生菌。方万飞脑亏，老法家救我。